好，我哋而家过马路。哇！依部车都顶埋嚟。好啦，过马路啦吓，呢度啊，北京路文化旅游区，全国示范步行街。哇！犀利喎。诶，呢个垃圾车啊，呢个扫垃圾嘅，好系影，唔好系影啊。好啦，呢度就北京路啦，正正北京路啦。剛才經過了，不過過對面看看對面的東西，再夜一點更漂亮，現在的燈都未點開，現在都是不好夜，天都未黑、啊、這裡的所謂的牌子、啊、這個是 Adidas，游览期间，你如果需要帮助，请好多人啊，有啲鬼佬啊嚟睇，呢度系广州啊。好啦，我睇睇啊，读俾听啊。广州清代城仿仕图。啊！呢度就咁嘅款啦。以前廣州市好細就唔好大嘅。好啦，慢慢睇啦。嗱、啊，因為咧佢就好邋遢，所以睇唔清下邊嗰啲嘢。就以前廣州城牆嚟嘅，不過上邊咧鋪多啲樹葉啊，邋邋遢遢冇人清理，睇得唔好清楚。以前是以前的城墙，那时候是明代，有清代，有宋代、啊、分了几个这个朝代、啊啊、广州、啊、属于是几千年的、哎、可以说是千年的老城的、啊、宋代那边我看到，不你们看不到的、啊、明代好啦，咁喺呢度啦，嗱，我影埋呢度俾你睇啦啊！呢度有个嘢喺度写住啊，广东省保护单位嚟嘅啊，呢度有嘢啊，有英文啊，有中文啊，都有详细介绍嘅。周六福啊，佢唔系周大福啊，吓啊！啲人都几叻仔啊，六字同个大字差唔多啊，但系就唔同。周大福就香港嘅，周六福咧我唔知咩讲啊，未听讲过。呢度系卖衫嘅。前面咧有个系牌坊啦，北京路个牌坊啦，就始于公元前214年，呢个元代啊，元代嘅，啲人喺度留念啊，啲人喺企定定咁啊留念啊。呢度咧就十二生肖啦，呢啲系新嘢啦，呢同北京嘅圆明园嗰啲系唔同嘅，呢啲系新嘢嚟嘅，啊。十二生肖啦，咁啊，氹氹转转一圈啦，睇下，咁啊，十二生肖啊，肯定嘅晒嘅，唔见啊，影晒佢，呢啲用啲铜嚟做嘅，呢啲系新整嘅。
好啦，捉住就影晒。呢个叫恒润广场，咁啊前面有嚿嘢，啊头先系转嚟转去嘅，咁啊把你前面啲人咧都影埋喺度噶啦。呢度賣金嘅，金銀珠寶。这个现金吗？啊，我说你这个现金也不算金，现金。